乘猫空缆车远眺台北市容，与世无争和盛嚣尘上的鲜明对比，透过缆车的明镜车窗相互映照着。猫空缆车共有三站，动物园、指南宫与猫空，依照个人喜好可以选择一般车厢或水晶车厢。水晶车厢的地板是透明的，坐在车厢内仿佛腾空飞行般，绿意尽收眼底。搭乘猫空缆车，除了欣赏风景，山上的餐厅也是猫空的特色。选间餐厅，点一壶茶，融入自然中吧。在山峦间缓缓前进的缆车，让游客透过车窗玻璃细细品味猫空的美丽，尽情欣赏缆车下的好风景。